气冷了，我们该厚被子了，是不是？嗯，喜欢吗？这被子很软哦。怎么飞机耳啦？啊，辛巴，不开心是不是啊？辛巴，这是干什么？花渴啦，想喝热水是吗？哎呀，等会给你放水喝啊，好不好？嗯，等啊。小花真乖呀，啥都明白，一天天的，那心眼那个多。花就喜欢喝热水是不？来，好嘞，来了来了，哎，喝吧，这干小银心儿的可整不了。聪明懂话，一天天的大花一天没整，可会养生了，小日子过得可得了，有吃有喝的。又干啥呀？又咋的了？这是啊，能不能不摸人呢？你呀，这是我干活呢。去靠点边去，去靠边去，去远点靠点边去。你看你这你搁这干掉毛啊？咋的了？又来气了？干嘛呀？哎，你说你这把厨啊，小花真的啊。我干活呢，你又上到跟前来了，回回的人一干活你就往跟前一趴，你就可会找地方呢，越撵越不走，越撵越不走。我还说你滚到右吗？没说娶你呢。天儿，这总赖赖唧唧的，天天烦人，烦人不？看大脸，大脸，这家造的，看他身上扎的都是刺儿，那家伙的。这有和人上哪去了？这是钻苞米地去了，都是小刺刺。怎么吃饭饿了？着急了？哎呀哎呀！一逛逛半宿，一逛逛半宿啊！你这家伙是不饿不知回家呀？吃点饭，狼吞虎咽的，他整不了这家伙。吃可香了。哎呀，这家的香，真好吃啊！是不是花儿？每天早上必须得搁手喂，那家伙的花公子，这属于是不是？给我握手来，给我握手，快点，握手！哎，你看。喂，啊，你身子底下压的什么呀？啊，干嘛去？哎呦，干嘛去？开门啊！那你讲话。哎，啊，你说门，站过来，坐下。哎，坐下。你说门啊？你说门，啊，你开门好不好？Thank you.
这是我见过心最大的喵了，一点都不怕人。完成，拿着，给他妈给他，给人家，人家的小枕头。刚才给你抢小枕头，那给孩子，那给孩儿。小孩儿，拜拜。哎呦，你们俩啊，一个赖着，一个爱聊闲，你可别叫了。嗯，喵。你这样谁能领养你啊？谁能领养你？谁能把你领养走？哎呦我的妈呀！你赶上小老虎了！哎呦我的妈！哥爱聊闲，你可别叫了。嗯、喵！你这样谁能领养你啊？别跟他闹了，宝贝，爱妈妈吗？爱我吗？爱妈妈吗？泼妇，给你装相卖了，妈妈泼妇，说他泼妇不爱听，你泼妇，你扒他的不？是不是你扒的？啊，对呀、啊，是我整的，咋的不？哎，你还有理了是不？来，你瞅我，我就不瞅你咋样？我让你瞅我。哎呀，你别瞅我！我整不整你咋的？